党媒宣传英雄团长孭200斤柴攰到晕低，被人话抽习近平水。共军死亡人数变成了言论禁区，公安发出追杀令，威胁海外质疑人。习近平豪赌拜登软弱，战略大转变，在任内会打台湾。王毅再讲美中关系，美国重申了联合盟友的对华策略。蓬佩奥敦促拜登政府强硬，威胁中共。计划开放全面生育，东北人冇感觉，市民闹子宫性党。张汉贤、李思嫣在壮年猝死，我哋讲讲人不自天子啊。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纪元头条，我是 Zack。 最近共军在中印冲突的死亡人数变成了搏命收埋的最高秘密，件事隔了8个月之后，中共突然承认在去年的中印冲突当中官兵四死一伤，之后连续几日宣传这5个军人的英雄事迹，进行外国洗脑教育的。其中一個宣傳抽習近平的水，一篇報道說描述富商的英雄團長祁發寶說，為了班戰士有熱水洗腳，在4300米的高原孭了200斤柴，一步一步地走了3公里的山路，攰到暈了在地。一篇報道很多網友在傳他說，有網友諷刺說孭了200斤走了3公里，不知道有沒有換駁，習主席當年孭200斤走了10里山路都不用換駁，這個明明是在抹黑習主席的。還有網友說，邊防軍人的行動一律是3至5個人以上的集體行動，這個團長出去孭柴違反軍紀，不帶士兵但就帶了一個專業攝影師，造假做得太粗糙了。在中印冲突方面，中共公布了官兵的死亡人数之后，很多民众质疑官方公布的人数，亦都有人因为这样而被捕。截至到上个星期，至少有6个网友因为在网上发表质疑官方的评论，而被警方以恶意歪曲事实和诋毁英烈的罪名被捕。其中一个网友因为在国外还被警方网上追讨。被捕的6个网民入面，最出名的是38岁网红蜡笔小球，他有大约250万粉丝。蜡笔小球真名是仇子明，曾经是经济观察部的调查记者来的。另外，重庆警方还向网友 @TSCB8 发出了江湖追杀令，他有一个旅居海外的19岁姓王的男仔，声称要实施战狼奉行的虽远必诛。根据消息说，最近中印双方在第9轮的会议到达成了协议，同意中印边境局势恢复到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双方已经完成了边境的脱离接触。外界分析，目前双方冲突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是在印度手上的，双方达成撤兵协议实际上是中共认输。不过中共没办法向国民解释这种妥协的行为，于是很高调地宣布了在冲突入面死亡士兵的名单，大肆炒作爱国情绪。他的目的是掩盖中共认输撤军的软弱形象，引导民众将撤军理解成为中共得胜还朝。好了，共军到底死伤了多少官兵呢？这个问题成为了民众讨论的禁忌话题。不过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和希望之声说，中共公布的死亡人数肯定是造假的。姚成说，根据军中人士的调查结论，传出死了42个人，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准的，由西部战区的墓碑数量就可以知道，而中共当局亦都将这个消息严加封锁的。姚成仲指出，目前中印双方只是暂时休兵，他觉得目前中印边境天气严寒，后勤工作艰难，所以双方才暂时撤兵的。除此之外，中共要将作战精力转移到台海的。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都有类似的睇法的，他分析认为，习近平在台海看到梦寐以求的战略机遇期，中共高层很可能已经做了一个战略选择，放弃同印度对峙，将战略的重心放在台海上的。这个机遇期呢，
就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系列的软弱的表现，他让习近平是信心大增。尤其是上周啊，拜登他接受这个 CNN 的采访，他关于这个中共议题的那番讲话，可以说是让习近平看到了在拜登任期之内来武力入侵台湾的一个可能性。虽然拜登他在表述上呢的确是有口误的嫌疑，但是呢他对习近平在新疆啊香港这些问题上面的这种处理方式，他是表达了相当程度的一种理解的。他对这个问题的定性也和中共官方的调子是非常接近的。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习近平得寸进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美国的国防部前代理助理部长叫做盖夫尼的，他就直言不讳地说，拜登的这个讲话呢是对中共的可怕的让步，因为他想表达的是群体灭绝罪发生在中国人的身上是可以接受的。咁根據了解啦，喺成個二月，中共出動咗軍機一共14次侵擾台灣。喺上星期六嘅夜晚啦，有11架次中共軍機連續入咗去台灣嘅西南防空識別區，亦都係最大規模嘅一次噶。中共持續對台海咧保持高強度嘅武力施壓，咁似乎成為咗常態噶。點樣應對嚟自中共嘅軍事壓力啦，成為咗台灣嘅重點。不過點樣防止出現台灣版嘅拜登？似乎更加重要噃。咁早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嘅办公室发出咗一份匪夷所思嘅声明，声明话咧，虽然要谴责共军嘅行为，咁但系都应该谴责美军喺南海嘅自由航行任务侵犯咗台湾领海主权噶。咁而且批评蔡英文政府对呢一个行为咧保持加密，话有损国家尊严同主权，就系对美国押错宝之后咧再次表错态噶。台湾国防部的资深咨询委员批评马英九是状况外的不知好歹。另一方面，日前中共外长王毅在星期一再次话给拜登政府听，要求取消对中国的关税，要求美国停止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批评北京等等。而白宫发言人沙奇在当日就回应了，说美中是竞争关系，将会联合盟友来对抗中共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咧话：，当新疆、西藏、中国其他地区嘅人权被侵犯嘅时候，或者咧香港自治被践踏嗰阵时，我哋会继续捍卫民主价值观嘅。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喺2月22日喺接受 Newsmax 采访嘅时候咧，再次谴责拜登喺2月16日 CNN 节目度发表嘅言论嘅。佢话就连新任国务卿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都表示认同特朗普政府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行为列作种族灭绝的行为。蓬佩奥敦促拜登政府要对中共强硬，他说当你强硬的时候，当你强大的时候，你建立了威慑力，这样就可以保障到美国的自由。他还解释说，不理是中共定是伊朗，或者是来自世界恐怖组织的威胁，他们只认实力。这个就是特朗普政府做的事，在4年入面我们令美国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之后咧，睇翻内地嘅新闻先。中国嘅啱啱出世 B B 出生率过低，人口老化加剧，喺东北地区咧比较严重噶。中共当局喺2月18日放风话，或者用东北地区嚟做试点，全面开放人口生育限制。消息传出之后咧，引起网友议论噶。喺东北某间大学任教嘅35岁老师谷先生话，生仔好大压力，一方面就系细路唔好凑，而另一方面就是经济问题，但是不知道放开之后会不会生，生完也说感觉压力很大，就是带孩子好带，主要就是经济吧，社会保障的方面，因为你两个孩子嘛，你开销就会比较大，而且你需要有一个人照顾的，那上班的话和收入的话，工作的话，还有那什么自由职业的话，时间压力也会受影响。中共當局咧係2016年廢除咗一胎政策，咁但係比起生兩個細路，連續4年生育率咧唔升不特止，仲要跌。主要原因咧係養唔起，唔敢生。有民眾批評啊，中共喺20年前同20年後嘅計劃生育政策侮辱人格，話強行要求子宮聖黨。有網友諷刺話啦，比20年前好好多噶啦，而家黨只係勸你生，冇強制要你懷孕啊。之後咧睇睇同香港
讲有关的新闻先。上年两个亲共人士，47岁的张汉贤和56岁的李思嫣壮年猝死。仔细对比他们两个啦，被传媒曝光的为人和所作所为，发现他们不单止政治立场的观点接近，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几似的。张汉贤对外啦，自称是香港本土主义者和社运人士，是社运组织香港人主场和香港人优先的召集人。但是外界根据他的一言一行啦，认为他是中共特务，是香港执行中共的命令搞事的。2013年10月，大约120,000香港市民和香港电视的员工游行，向港府争取发牌的时候，张汉贤命令香港人优先的成员赵显聪在集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冲上台，大嗌香港独立，试图破坏和平请愿活动。在2013年12月26日，张汉贤和赵显聪冲入中环的中共驻港军营被捕。有港媒分析说，这个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伤亡戏码，目的是为了配合中共推出23条而铺路的。张汉贤的身份被人真正揭发是发生在2014年9月，当时中共人大否决香港真普选的诉求，雨伞运动等公民抗命行动准备爆发。就在社会局势很敏感的时候，张汉贤和手下清关会成员穿着印了法轮功字眼的黄色衫，冒充法轮功学员，在铜锣湾的法轮功真相点附近骚扰和破坏的。那时法轮功学员报警，并且向咁多传媒表示张汉贤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而激进的蓝丝残警的李思嫣，去年12月16日突然在屋企晕低，送到医院急症室1小时之后证实死亡的。有传媒报道他死于心脏病，之后医院 check 到他中了中共病毒。苹果日报报道了思嫣 BB 死讯的新闻，在留言到有700多个留言，大多数是批评他毒害香港的蓝丝，说港共无情无肺有眼。网民 Marco So 用了电影《超人》入面的台词来讲，正义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缺席。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为中共这样的邪恶组织卖命，最终都避免不到为他陪葬的结果。还有一句叫做人不自天自，上天灭一个邪恶腐败政权的例子在历史上真的太多了，例如4次大瘟疫结束了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国之类。现在这一场中共病毒或者都是对人类的一种警示，在劫难的时候应该怎样应对，不配合中共作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彻底抛弃他，这样就是顺天意的行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佑的。今天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多谢各位收看，守护真相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坚守需要大家大力的支持，更加需要大家订阅我们的 Patreon。 我是 Zack， 下次再跟大家见面。